你看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这就是无论是精神是物质啊，它的作用周边法界，那个速度之快，念头才一动就周边法界了，比光快啊，比电快啊，啊，光跟电要跟这个周边法界那不能比啊，那差太远了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”这个如来，就是自性圆明体。你要能看到诸相非相，你就见性了。借见如来就是明心见性啊，见心成佛啊！你能见到诸相非相啊，这一切现象是什么呢？刚才讲的刹那生灭相似相续相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，你还会有执着吗？你还会动个念头想控制想占有吗？为什么不会起这个念头呢？因为它是空的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《大般若经》看了一遍，600卷呢。啊，我总结我的心得，就12个字。释迦牟尼佛22年所讲的是什么呢？跟我们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你真懂了，不但一切这个外面境界，你不可能起控制占有的念头，对自己的身，对自己的心，这个念头都没有了。身心世界都是幻想啊，都是非相啊。啊，万法皆空，告诉你，这讲到最后，真正明心见性了，因果也是空的。啊，可是佛法里面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对谁说的呢？对没有见性人讲的。只要你没有见性，你就有因有果，见了性就没有。啊，见性说你见如来了，见佛说你成了如来了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在华严上常常讲的。啊，什么有因果呢？设法界不离因果。设法界里面的佛还不离因果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没能转世成智。啊，他提示向上一周转八十乘四智，因果就没有了。啊，其实我们讲因果报应呐，啊，止于十法界，十法界里的佛法界。啊，向上一折就没有了。啊，向上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。那我们要问，十报庄严图还有没有因果？有。怎么会有呢？
无时无明习气没断，所以才有啊。还有41品无明啊，啊，那个无明是无明习气，这讲清楚啊。41品无明习气，我无明断，无明不断，他出不了十法界啊。无明断了，十法界没有了啊。无明习气在，所以还有18庄严。啊，习气断了之后啊，18土没有了，完全回归自性了，回归自性因果没有了，那真的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晓得，啊，万物啊能生万物，啊能生的那个因，就是一念不绝，那是因，就动了这个念头，极其微细的波动。啊，我们。没有办法发现，不但我们没法办法发现，在经上给我们讲，切地菩萨都感觉不到啊，8地以上感觉到了啊，原教8地啊。啊，他发现了，是8地、9地、10地等觉、妙觉这5个位次知道。啊，所以叫无时无明。无时两个字好啊。啊，无时什么意思？那无明也不是真的。哎，啊，所以你别以为18庄严土是真的，没这回事情。18庄严土也不是真的啊！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佛没有说18庄严土例外，没有这个讲法啊！所以连诸佛如来的18庄严土也是虚妄的啊！不过它里面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也没有起心动念啊！这个真很真是厉害。啊，他有能力给十法界一切众生感应道教。啊，不要以为我们起个心动个念没人知道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你看这个宇宙缘起它的作用啊，那个一念动了，就是在自性里面变现出阿赖耶了啊，阿赖耶是妄心呐，妄从真起啊，它不是真，但是它依真而起啊，就好像我们屏幕里面这个些影像一样啊，屏幕没有影像，影像是依屏幕显现出来的，没有屏幕你显不出来啊，它是依这个自性现象啊，这是依报，真报是自己跟境界同时起来，叫阿赖耶的3细相啊，3细相是一念完成啊，业相用我们现在科学家来讲，它是能量啊，能量能变成精神，也能变成物质，变成精神就是第7识，变成物质那就是相分啊，我们讲见相两分好懂啊，见分是精神，相分是物质啊，也就是境界相啊，精神呢是转向见相啊，它真的转变了
自性里头本有的是见闻觉知，这是本有的啊。这个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啊，它有见闻觉知啊。那么阿赖耶里面呢，就把见闻觉知啊变成了受想行识啊。受想行识从哪里来？是从见闻觉知变现过来的。如果你转世成智之后啊，这个受想行识没有了，就又回到见闻觉知了。所以常寂光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。为什么？它有见闻觉知啊。所以常寂光啊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，众生求佛，他真的就起感应啊。这个感应经上讲的四种，我们在华严里面讲得很清楚：显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明感显应，明感明应，四种。真有感应，我们粗心大意呀，没有感受到啊！啊，念念都有感应的，就佛没离开我们呐！啊，十方三世佛没离开呀！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自信嘛，自信里面的德能嘛。贤首过失以华严经造的论啊，还原观这篇论文是以华严经教义写的这篇文章啊。你看它起作用的时候，这就是无论是精神是物质啊，它的作用周边法界。那个速度之快，念头才一动就周边法界了，比光快啊，比电快啊！啊，光跟电要跟这个周边法界那不能比啊，那差太远了啊！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？第二个告诉我们，畜生无尽，畜生变化了，变化无穷啊。第三个，含容空有。我们如果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啊，才知道意念不但主宰我们的身呢，啊，我们的相貌，我们的健康啊，不但主宰这个，主宰我们地球山河大地，它主宰了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主宰了星这个星系在空中运行的这个轨道规律。啊，宇宙是谁创造的？念头创造的。这个念头多厉害！啊，念头稍微不正，那你就是多灾多病啊，啊，多忧愁多顾虑啊，哎，你的生活很辛苦啊。那念头要是回归正道啊，正常的人天这个生活，那真的是幸福圆满啊，人天道啊。可别留念人天道，留念人天道啊，免不了要造罪业。那造罪业得有一几个变化，又变成了魔鬼地狱
啊，通通都是你念头变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外来的。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阿弥陀佛。